2:3:8:9，密度比几比几？来写一下 ，D 等于什么 ？V 分之 A， 所以又来了，来吧。如果找甲，甲的密度是多少？那就找甲的质量除以甲的体积，那就是8:2。再来乙的话呢，乙的质量除以乙的体积，那就是9:3。所以答案多少？答案就是4:3，所以答案选 C。